你对朕避而不见，是否心中对朕有怨？ 我就说会有好梦吧。拖出去！来人！皇上恕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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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皇上！ 皇上，皇上，你看，为何将朕画成如此模样？回陛下。 大清万里江山何等壮丽秀美，昔陛下夙兴夜寐，忧劳国事，从无赏游之暇，故而微臣借由此画，博陛下一笑吧。哦，<笑>好一个有趣的画师啊！ 来啊！奴才在。把他带去圆明园，给年贵妃做画。陈遵旨。好心提点你一句：自打年羹尧被押回京师受审，年贵妃便忧思过度，搬去了圆明园养病。皇上心里惦记，遣了三回画师，都未带回贵妃的进项。你去，二位请跟我走。
年羹尧被押入京师会审，那现在是？这幅画里的时间正是雍正三年。哦，年羹尧下狱受审，年家大厦将倾，年贵妃惊惧忧虑，心中怨恨，才会避居圆明园吗？还是他想要要挟皇帝，赦免年羹尧？那我们待会儿要见到的年贵妃会是年秋月，还是华妃娘娘？是历史上雍正帝最宠爱的女人，大清敦肃皇贵妃年氏。啊！娘娘，画师到了。叩见贵妃娘娘。叩见贵妃娘娘。平身吧。谢娘娘。谢娘娘。先放到一边吧。之前画师所做之像皆不合娘娘心意，娘娘看了你为皇上做的画像很是喜欢，便由你来为娘娘作画吧。你们给我记着，不许欺君，更不可让陛下忧心。他没说什么吧？回陛下，年贵妃命臣转呈，年羹尧骄纵肆意，跋扈专权，理应国法惩治，以示天威。唯有年老大人人事勤勉，又年事已高，望陛下予以宽免。他就没替年氏一族求情？你对朕避而不见，是否心中对朕有怨？
裘妆对镜，愁眉不展的裘妆美人，重以巧笑倩兮的模样示人。床前斑竹文员机上不见药盏，只于精致茶盘与蓝釉盖杯，立持如意，手持如意的美人独立庭前赏花，牡丹雍容盛放，姹紫嫣红，与美人手中的竹雕灵芝如意并作富贵如意的吉兆。人流问苍天，何时烟雨散尽，能再回晴空，千愁万绪也能够忘返。问明月，何时盈缺，不必再颠沛奔走，枯藤老树古道西风两马瘦，孤帆远走不回首，君一别似个千秋，空独昏暗旧浪冷清。妾偶感风寒，面容憔悴，无颜面见君王，待明年桃花开时，妾的病定然大好，再去御前侍奉，遥祝圣体安康，勿自珍重。说不出口，又上心头。